多提有咩新聞啊？今日新聞啊，來都有幾單傑嘢噶啦。而家香港有咩特別咧？就首先講下先。我哋而家咧已經喺香港酒店啦，翻咗嚟香港。咁啊，經過嗰個流程咧，就係話你首先喺 Bangkok 上機攞咗核酸檢測。同埋你 book 個酒店先俾你上機，嚟到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自己親歷其境咧，係應該可以更加完善嘅，有好多程序咧係唔需要嘅。譬如話你有咗檢測上個機，即係話你個人咧係冇事啦。我哋喺曼谷咧就24小時內添，唔止係48小時，係24小時內，即係。聽日上機，今日咧就朝頭早做咗，夜晚收到個檢測證明，第二日咧就上機，都唔超過24小時。咁你翻到嚟香港咧，應該就通知嗰啲乘客咧，就登記咗個名，或者你經多一次嗰個快速檢測冇所謂。咁你翻到屋企，咁如果自己有事。叫佢做幾日快速檢測，佢咪自己揾醫生處理咯。但係而家咧，好多人正常嘅咧，都冇咗嗰個時間、空間、走位，錢都其次，你但你浪費個光陰同埋個社會資源。最嚴重咧，你影響咗嗰個香港嘅經濟中心嘅形象。新加坡超過50,000人確診，完全都自由開放曬啦。同埋唔係淨係新加坡嘅城市嘛，大家上網睇到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話你香港要緊貼嗰個中央嘅清零燉雞嘅政策，呢個咧就無話可說嘅。咁如果一個社會，一間公司，一個團體，有個當時帶頭羊嘅一把手索差咗嘅話咧，咁啊後果自負啦。等於我哋70年代嘅毛澤東晚年，一索咗又失憶，語無倫次，係嘛？點領導我國家啊？咁呢啲啊，屬於玄學啲嘅就天意，亦都係國運嘅問題。真係近100幾10年咧，除咗個鄧小平之外咧，真係中國人都冇咩運行，連屙督尿都當你係政治問題處理，咁你仲唔撲咗街啊？而家更加古怪，香港人咧就阻過大陸嘅人嘅，喂，內地社會都唔搞啦，嗰啲文化大革命嘅遺毒啊，嗰意識形態啊、文字乜嘢都唔搞啦，個季搞經濟、搞民生、搞發展，而家咧就要搞住點樣有嘢撈，唔好失業。現在中央政府就看看怎樣搞回定啲房地產，怎樣理順翻嗰啲銀行的財務，係咪？邊度得閒就係搞呢啲意識形態的爭論啦。咁啊，講翻轉頭啦，最近琴晚翻嚟，香港人問我，就睇到新聞，佢喂好多人俾荷蘭水貴喎，成千人喎，我冇咩所謂嘅，年年都要俾噶啦。咁個世界各有取向，佢話唔係喎，未試過話在任嘅特首咧攀翻個大紫荊勳章俾自己嘅喎，由自己攀俾自己。我新時代新思想，五光十色，乜都有噶啦。而家你哋唔關你事嘅。你又冇份攞，又冇份成，有啲人就你俾佢，佢都唔要啦，當都唔值錢噶嘛，要做咩啊？嗰啲錦上添花嘢，
你個人真係為社會工作做咗好多工作，實至名歸嘅，好似邵逸夫先生嗰啲咁。咁你都叫行上去攞個獎章，但其實都唔需要攞。你自己本身連自己係乜水都唔知喎。譬如我叫郭兆明，究竟郭兆明是誰呢？唔知，我自己都唔知。一夠鐘就煙消雲散啦。咩功名富貴咩姓？中國末代皇帝要掃街，係咪？上海皇帝又要走佬著草，黃金明嗰啲杜月笙啲大佬仲要喺北京掃街，啱唔啱啊？功名富貴嗰啲全部都假象嚟嘅。因為有一日咧，前日兩日有個朋友同我啱啱咧就係、是、我喺曼谷嗰時咧，連馬斯同天鵬啱啱就去曼谷度假。咁啊約咗大家食餐飯，聚會傾下偈。咁啊講起，我人好簡單嘅啫，話俾你做練馬師，咁你咪將你自己嘅心得傳承俾下輩咯。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咧，都有一種能力，就是、你將你嘅經驗知識咧傳承翻俾下一輩，咁啊完成責任噶啦。最簡單咧，你傳承翻俾你嘅兒女，你再有能力擴大啲嘅，咁誒再做多啲。我自己唔係咁多知識經驗嘅，而係有努力揾到錢嘅，咁啊將啲財富咧又去再俾多啲有需要嘅社會嘅人，特別嗰啲教育啊、提倡知識啊，咁我做人咧就唔錯噶啦，因為人先有能力做呢個傳承文化工作啊嘛。動物冇嘅，因為我哋嚟到世界，所有嘅知識、所有嘅學問，都係上一輩嘅人提供俾我哋噶嘛。我哋咪做一個中介人咯，做我呢份工，有幾多能力做幾多。所以大家啲台友啊，我啲學生見到噶，我哋開麥嘅背景，小勞多得，玩到99。玩到99就唔容易噶，呢個唔係涉及金錢嘅問題啊。你玩到99咧，玩到99歲，你個身體如健康，又起到快，就唔好話學人哋摸住個波流眼淚，呢個就真係不容易。咁因為鋪咗一啲貼出街咧，喺泰國出嚟，有人就喂，你點解越嚟越後生啊？咁我係啊，我練緊啲流形柱嘅功法，同埋加上嗰個金字塔嘅能量儀，咁我求其玩下咧都保持到嘅。最重要你就唔好俾佢衰老，特別啲功能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開嗰個保健班咧，喺加拿大個，我有個學會學院喺加拿大，係國際嘅保健函授班嚟嘅。咁啊，好多人都報名參與。咁大家上網睇到咧，就不妨去了解一下。我就將以前古代咧，喺現在嚟講都有秘密，但實際咧就你自己有曬，不過你唔知道嗰個功能點樣用啫。呢阿媽個肚懷孕嗰陣時候，我哋個身體唔係倒母出嚟噶嘛。我哋由一粒精子、一粒卵子夾埋，咁自己啊以我上出嚟嘅喎，唔係啤出嚟嘅喎，係咪？唔係3D 打印出嚟嘅喎，即係成個過程咧，你慢慢知道嘅，整個人體嘅秘密咧，你經歷過曬嘅。好可惜，喺我哋嘅大腦層次嘅深鎖範圍咧，你係俾好多污染嘅觀念咧，掩蓋咗你呢個意識流，變咗你睇唔到。如果有人提醒翻你，或者俾方法你，咁你一去實習咧，你就哇係喎，原來真係人體好簡單啫喎，只要血管暢順，只要你嗰個中枢神經咧唔好縮咗，接觸點敏鋭，咁你真係～
去到二百幾歲嘅喎。我同阿容天鵬講啊，我哋最起碼人應該250歲噶。我因為好不幸喺個心肝脾肺腎嗰度，是但有個器官出現，就拖死曬你整體玩完。如果平均去等佢自然衰退嘅話咧，同步去衰退咧，啲器官咧起碼都200幾歲。咁但去到清朝咧，170幾、180啦。但而家你啲人又冇知道人體秘密，又唔識去節制，又唔識保護自己啊嘛！淨係日日對住個電腦，對住部手機攞你命啦，咁多輻射，啱唔啱啊？咁冇所謂嘅，大家睇到香港而家嗰個五方十色，來自五湖四海，咁啊由我哋人民嘅領袖習近平總書記，全球最偉大、最英明神武嘅人民領袖咧，就帶領咗香港咧，令到香港人享受緊一個最完善、最自由民主嘅社會。咁變咗咧，個個都開心嘅，又有錢揾啦，係咪啊？又有荷蘭水蓋攀啦，個個都有份。好啦，如果你喂你冇喎，咁你冇你自己要檢點啦。但你可以唔檢點喎，譬如我哋唔檢點啊，我哋都唔預算有呢樣嘢噶嘛。咁但有啲人需要嘅，有啲人中意食臭豆腐，有人食榴蓮，有啲人中意食蘋果，你唔需要批判，又唔需要眼紅，各色其色，呢個自由社會嘅可貴。我歸根結底都係兩樣嘢啫，你係身體健康，有豐富嘅資產，唔好話做世界富豪啊，即係唔使話保招唔得晚啦。呢個最緊要，識走位，去啲安全嘅地方生存，啊，唔好同埋與智者為伍好緊要，與啲有思想有頭腦嘅人做朋友，呢個係佛祖交代嘅，因為你同啲低檔嘅人咧來往咧，你嘅思維一定會低嘅。呢啲我哋中國都有講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2000多年前都有個萬子山村啦，係咪先？所以交朋友咧，來往咧好緊要。因為我哋最近睇到好多事蹟咧，好多年輕人又俾人累又有，俾人出賣又有，無端端咧咁又坐曬監，又拉一批啦。呢個係一隻好冇意思嘅嘢嚟。好啦，講翻少少咧，香港有少少危機啊，特別。今天看新聞，陳茂波就我哋冇事，香港很健康，很多財政，他一定要咁樣講，呢個咧就是正常的。咁究竟是不是學我哋財政司咁講正常呢，就自己咧可以揾資料，自己可以揾分析。咁啊，全部咧都是 cash 傾，有錢就買啲金擺喺度，啲金買咗翻嚟咧就唔好睇升跌。有錢就買多啲，啊擺外國，香港留翻少少。點解唔好理佢升跌咧？一升跌都對你冇意思噶啦。如果你買黃金擺喺度，實金，嗰啲要嚟走佬用噶嘛，係咪啊？用到啊大吉利是啦嘛，但人要有嘅。譬如話你做生意做人，你都有一筆外邊嘅錢咧喺外邊嘅國家嘅，你無端端犯咗官非，無端端你要行開，去到外地咧人生路不熟，唯一能夠俾你頂到嘅咧就係你嘅金錢，你個人咧先安定，先定得到落嚟。所以以前做官嘅人咧，一定有不夠命錢嘅，擺喺外國嘅。任何環境嗰筆錢都唔喐嘅，當然啦，你再豐富啲嘅資源，咁咪買多啲金又擺到咯。但就唔準備要用嘅，一代傳一代，嗱，我有幾多金擺喺度啊？話俾後人聽，就唔俾佢賣嘅。萬一真係打仗咧，邊個擔保邊種貨幣可以使啊？大家記得越南嚟香港，
全部呢個拿月金條上到船噶嘛，即係嗰啲係屬於救命錢嚟嘅，啊咁啊大家咧就要做一啲咁嘅步驟，因為嗰個世界咧都幾兇險啊！兇險到點咧？美國嘅國議長佩洛西話去訪問台灣，咁啊搞到而家咧，大家喺度升 up 機咗去撐。美國認為如果你中國共產黨恐嚇我話軍事行動，我唔去，我咪好冇面。好啦，如果你美國用計仔或者用方法去護送呢個貝洛西落台灣，我變咗共產黨覺得冇面咯喎。如果唔俾啲顏色你睇下，所以大家咧睇下而家國際形勢咧，好以前嗰啲民國初期。在上海度爭地盤啦，大家鬥大啊鬥空啊嘛，空啊空啊咪空到咁咯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係咁空啊空啊空出嚟嘅啫。咁你話究竟呢個而家呢個世界係文明進步咗啊，呢個人嘅思維錯誤咗咧？你俾個美國貝洛西落去台灣訪問。咁你中國政府急急屎嘅，咁咪派李克強去訪問咯，國家總理去訪問添，去台灣，大家鬥大咁樣，你去我又去啦，咁又如何咧？打仗扎馬另外一回事，但係而家世界好奇怪啊嘛，做大官嘅人自己以為好聰明嘅人。他全部將啲問題咧攬埋一嚿嚟睇噶嘛，所以啲人而家個個做生意蝕本咯，個個都唔識走位咯，佢將個世界捆綁埋一齊喎，真係落實我哋習大書記嘅政策喎，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喎，咪大佬啲星球都各有各轉啦，同我一齊轉咪撞到七彩，啱唔啱啊？講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嗰啲係黐咗線嘅人先講噶嘛，係嘛？唔黐線嘅人咧就唔會講呢啲説話噶嘛，係嘛？好，係咁先，今日。